将不锈钢负重将近有800公斤重在飞行员身上。前方一个左前方准备进入800公斤九区小转弯。20海里的速度加入大屏，各位贵宾，现在安飞行员完成落地最后的检查，希望各位贵宾保持在安全线以外，除了维护自身安全外，并注意身上不要有易掉落的物品被吸入发动机，敬请各位配合，谢谢。现在战机依据机工长的指示，准备滑入大屏，完成最后落地检查。请各位贵宾确实保持在安全线以外。徐世杰先生到一号棚上，黄荣杰先生一号棚上，陈玉妹小姐一号棚上，遗失蓝色雨伞请至服务台领取。以下为遗失的物品：中框眼镜、国泰信用卡，徐淑娥女士。不是有代言。接着为您带来表演的是
M16 型单机性能超演，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M16 战机的超演。好，来宾请往您的左前方观看。现在即将通过参观台的是由台南基地起飞的 IDF 型战机，目前正以高度1010，空出350海里，由左至右准备通过参观台。